讲。好，开始了吗 ？OK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，又是我们。哎，怎么又是你？又遇到总经理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那个这一次要来这里干嘛？天气好好，因为前几天呢、啊、就是好冷，然后今天终于有一点就是比较温暖的感觉。哎，阿雄干嘛吃我豆腐？今天呢，今天就是要带阿雄来天元宫赏樱花。真的，大家想要知道就是天元宫这边的樱花到底开的有多少吗？大家一直在看嘛，听说现在开的非常的美，所以呢，今天超级漂亮。阿雄已经要来看樱花，你还不来吗？我们跟着大家一起去，跟着我们镜头一起去看一下。阿雄跟镜头挥挥手， okay, 我们可爱的阿雄，走走，来看樱花。阿雄来，对，女阿雄没有到，他在想念他，有一点思念，对，有一点思念。后面那个女阿雄姓米吗？哦，没有，好害羞哦。好，那我们跟大家说一下，因为虽然我们今天来看樱花，但是今天是13号嘛，今天是情人节，对，对，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情人节我们在芙蓉饭店有什么好的，就是专案或者是优惠。对啊，大家还记得我们那天543那个520房里面的这个非常热闹的这个说明，只要是二月结婚的新人，对，不管你现在50岁、100岁，通通都可以，通通开放二月份哦。二月份结婚的新人，你只要到我们饭店来住宿，就享5折优惠，而且评价是都打对折，对，而且还送，还送什么？送很多哎、欸，送情人塔，送英式下午茶，客房布置，还送浪漫布置。总经理的微笑，这样可以吗？那个这一个咔咔咔。好，那除了客房之外，我们也有餐饮的活动。对，我们还有那个我最爱的这个草莓季的英式下午茶，然后送这个情人塔，对不对？对，送情人塔，只要999，对，999。然后我们的那个西式情人套餐是2580，对，一样是在景观餐厅吃。整个二月都有提供哦。还有最后一个，超多的那个泡汤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还有一个淡水，我们有两间饭店，那另外一间在淡水红树林的温泉会馆，我们现在就是跟情人泡汤，只要1314泡2小时，就可以享受黄金美人汤。对，然后呢，因为现在你那咕噜咕噜要表现一下，对，要咕噜咕噜的，对，因为这几天啊就是比较冷，但今天已经回暖了。然后另外一个二月份啊，其实樱花已经开了，接下来樱花开完就是竹园，竹园再来是紫藤花，然后再还有木莲花。
错。然后我要跟大家说啊，还有一个活动，就是因为228连假要到了嘛，228连假就是要来赏花，不然呢？对，而且天气这么好，一定要出来走一走的。对，就是要来赏花，然后而且我们2月15号之前还有推早鸟优惠嘛。就是、你只要订我们最新的住房专案，叫做“春游淡水新花样”。对。那我们就会免费有专车跟导览带你来赏花，从此以后不用再烦恼塞车停车的问题。对，真的，你看很多人在塞车，哎，对，真的，刚来只要下车就可以。对，然后你看阿雄都来看了，你还不来看？阿雄，他是什么？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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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？哦，好，对不起，那个翻译没来，所以我不太清楚他想演什么。对，然后再跟生气了，阿雄会生气，阿雄我最爱你了。生气了。你看我们家有10只阿熊，对，十只哦，对，这只有其中哪一只而已，所以大家都叫我熊爸。哎、欸，不可以直播，不可以帮个人做宣传哦，真的哦，是哦。大家说不行不行 ，OK 好，对，好，欢迎大家赶快来，我们2月真的活动太多太多，2月真的要来，今天这天气真的太好，拜托你快点来，你是2月新人，然后你是老公老婆的，不告诉你的另外一半，真的是太可惜。对，2月份哦，打对折哎、欸，打对折，而且平假日哎、欸，怎么可能？打到骨折。对，欢迎大家到我们淡水渔人码头来玩，淡水真的很美，而且非常适合赏花哦。对，我们再 take 一下花好不好？对，再看一下花，看一下花，看好这个啊。哎，这里美不美？超美。快点来，快点来！最后我们给阿雄一个特写好了。阿雄的脸太大，你特写不下去。阿雄，我们来跟所有的来宾敬礼。阿雄，阿雄太可爱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哦。我们会随时赶快来，赶快来粉丝团，然后我们随时来帮大家报告一下现在的花况。OK， 拜拜，拜拜，下次。